Monster Hunter 回来了。哦哦哦！我现在身上一塌糊涂。哎呀，这次准备的太不充分了。一头鼻涕蚊子。大概粗糙的调查了一下这个黄岩这边这个废弃矿场，好像70年之后重建之后，一直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整个厂里有将近800人，然后后来好像是随着需求的降低，这里就慢慢废弃了，所以这里的面积应该真的是很大。我怀疑这路上好多房子其实都是这里的一部分，应该是。刚刚那应该是主要的采矿的工作区。我感觉刚刚航拍的画面到最后那段，应该是他们那个宿舍。你想想看，800人住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？得至少3、4栋、5、6栋房子。救命！良药。纯茶不加糖啊，健康哎。哎，请问这是什么牌子呀？哦，你看。Oh yeah! Oh yeah! Oh yeah! 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像是个小的门卫厅吗？哦。哎，假装有人。师傅，放我们进去。师傅啊，两个人。我天！前面这里总算有点意思。这个房子好像就是超级60、70年代的感觉，我靠！这个房子就在仿佛这种设计风格，就是说我很有精神，我靠！特别板正。劳动最光荣的年代，我仿佛听到了那种特殊的歌曲。啊，这里就是可以直接上去了。左手边这里其实就已经有楼梯可以一路上去了。应该理论上能通到这个后面更大的房子。这真的很像宿舍。对，这里阳台，这里应该就是宿舍没错。还有楼户的门厅。哦，后面更大，我靠！一下看看，哦，后面更有感觉，而且天正好阴下来了，哇、哦，太有感觉了，太有感觉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办公场地吧？啊，不知道呀。哇，这个什么？这是一辆车吧？解放牌卡车吧。Are you OK？ 这个卡车是怎么做到停到这个上面来的？哇，这车已经完全报废了，完全报废了。它藏在这个草丛之间，已经不太能看得出来。继续革命，什么的，坚持什么什么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。哦哦，小兰，你看右手边，给大家看看右手边。哇，这里应该就是矿区了吧？就是不知道 dark， 不知道怎么说 deep， 突然哲学了起来。飞犬好搞笑。哦，还有房子哎，这干什么？这山头都是他们家的了是吧？怎么这么多房子？应该是整个矿区都，整个山区这个山头里面全是矿。现在应该已经挖空了吧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左边也是那些房子的一部分。以前这些房子是纯粹拿砖这样慢慢垒起来的。竟然那么牢固啊！这里要是能进去，可太好了。嗯，肯定能进去。
好，我们把车子停下来，然后大家在附近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再进到这些房子里面。严禁挖笋。严禁两个字一开始没看到，好像在号召大家挖笋。这里可以直接从这里走吗？好，我们当心点吧。哇靠，你当心啊，不要一脚踩空啊，一定注意安全啊。右手边这栋房子也非常有年代感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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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还是东西刺得我脚疼了。是吧？耶，这里可以进哎。哦，这里是以前洗手台啊，洗衣服啊，应该是这种地方吧。啊，楼梯可以直接上去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哦吼！呀呀，这个应该是养蜂吧？对，都有嗡嗡嗡的声音。我靠！这些房子这样看来太有感觉了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哎呦！哇哇哇哇！我靠！这应该就是以前的宿舍楼吧？你看这样一栋房子，它不算小的。不会呀，它没有厕所。以前都是集体厕所。哇，这里的话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以前的集体宿舍一样的存在。啊，你衣服拖地了。这里还留了一条 pants。哦，一条 pants。啊，我靠，这条 pants 也好有感觉，这条 pants 很像就是外公爷爷辈他们那种裤子，那种工装，上面都已经长苔藓了，绿色了。八个蜘蛛不会是有毒的吧？你看，在哪里？它那么的摔你，爪子又那么……我靠！我靠，仿佛会飞一般。哎，怎么我又找不到它了？在那里。怎么一瞬间又没了？灰草堆里面。灰草堆，怎么找不到了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在哪儿呢？你快来看这个，这间有些古董了。哦，可以，这里藏了一点东西，我们进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。这个以前是套鞋。啊啊啊啊啊啊！蜘蛛！这是香蕉的臭味。哎呀，手上有蚂蚁！啊啊！花露水不管了。也在旁边。猪神偷！走！好了，不会有了。看看这个女人拿她怎么办吧。哦，这种以前那种陶瓷杯还蛮带感的，这个杯子满满的苏联风啊！啊，这个碗也很有年代感。这应该去你的收藏区，还有个衣架。是的呀。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应该也是桶。他们这些在这养蜜蜂，去，蛮吓人的。我实话说，蛮吓人。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不小心靠在这个栏杆。OK， 你小心，这里就走到底了吗？嗯。这里也没剩下什么太多的东西。这两家，我怀疑他们之前有什么关系，中间打了个洞，互通有无。哦，这个洞很有意思啊！互通有无能用在这种地方吗？你看，要这么突出，人家都绿的，它要就是，就像虚草，讨厌，
讨厌。好了，然后这一栋的话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东西，我们再带大家看看对面这一栋。哒哒，这蛮好，获得道具啊，飞雪小姐姐获得道具，大家把草都撇开，可以可以。好，看看这栋能不能进去吧。飞雪小姐姐的宝剑，宝剑有点歪，九曲剑，九曲剑，专打剑狗棒，嘿，完全不像能进去的样子。哦，有有有，就怕是这里封掉了。哦，它能上了，但难度巨大。哦，原来这里就是，这里就是可以直接上去，但难度巨大。从上面一栋简单大家看一下吧，可能连那个他的那个房子的屋顶都没有了。这里进去实在不是很方便，我用无人机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大概的样貌吧。就是上面这栋房子你仔细看的话，它可能连顶都已经没有了。你给大家用自己的身体演示一下什么叫做连顶都没有了吗？打你啊。啊！快掀掉你的顶！你想我会考虑要不要你？飞雪小姐姐，你就是这个。A piece of bullshit。啥事？你就是这个。爷爷，你这个东西还想要？啊！好，接下来呢，就用无人机带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吧，实在是进不去了。这样子看还是非常有感觉的，就是那个年代这样的房子。确实啊，跟我估算的一样，就是上面的屋顶从下面看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开始下雨了，我们飞过去看一下。其实不出意外，这里面应该跟隔壁的楼是差不多的，是一栋栋的，我估计是生活区。因为连顶都没有了，里面的东西自然全都已经没有了。大家看，这是确实进去意义不是很大，但是这样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像很多一楼的房子，你就算能进到一楼也已经去不到二楼了。就算这栋房子可能以前要有两楼三楼，但是现在已经全部塌陷了，变成一栋建筑了。旁边还有一栋，我们去看一下旁边的那一栋。旁边的这栋房子，好吧，我还想说它保留的稍微好一点，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它后面也已经完全没有顶了。这种以前老的瓦片房，没有人保养，它很快风吹雨打就漏了。安全收回。哦，哎呀，现在已经
其实就是这摄影机应该拍的就是还蛮亮，但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估计太阳再过一会儿就要下山了。然后今天的这期节目，说实话呢，我自己其实很难定义啊，它不像我们平常的探险，然后因为它没有那么完整，没有经过详细的准备，实在一切都太仓促了，是我跟飞雪小姐姐临时的决定，然后也是临时的发现，就有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倒不是坏事吧。我觉得这里其实应该还很有意思，还有很多没有探险的空间，那大家未来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或者未来的某一期周末，其实我们会再次回到黄岩这里来探索这个废弃的矿场。好吧，那今天这期就是这样了，好不好，飞雪小姐姐，好，辛苦你啦。那就是这样了啊，虽然今天这期不是完整，但我相信也是比较精彩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，请一定一定记得一键三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那就是这样了，拜拜，我们很快再见了。